而这场活动，纽约地区中华民国驻外单位以及侨社各行各业的代表都来共襄盛举，参与嘉年华还不忘一起为台湾观光大力的促销。我们文教中心也设了两个摊位，一个是 FACECA 学生的摊位，一个是介绍我们的 IOCAC 爱侨的网站、很多很多的资讯可以提供给我们在场的侨胞。今天会有3-4万的人来这边，真的是一个很热闹很能宣传台湾的一个热烈活动，我们非常非常的开心。台湾观光局呢也结合这个舞台，我们把国际的航空公司、旅行社请到的现场来摆摊。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把台湾多元文化的特色，包括结合各政府部门以及民间社团，我们把台湾的软实力在曼哈顿Union Square 联合广场来呈现给纽约客，吸引他们到台湾来观光旅游，能够在主流社会把台湾的知名度持续来提升。很荣幸的受到观光局的邀请，能够在这边作为一个台湾的一个旅游的推广。那我们也希望台湾的一个节庆文化，还有台湾的一个很地方文化，还有饮食文化，都可以值得我们去推广的。我们应该能够把台湾的一个佛摩萨，这个佛摩萨这个美丽宝岛，还有美丽的这种环境，还有一些习俗，能够推广给大家。这是一个很大的活动，然后我们可以参加这一次的活动，我们非常高兴。然后也希望以后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带着台湾的艺术家跟一些传统文化来这里推广。这是年度的活动，让主流的民众，还有我们台湾的民众，还有其他的局域更了解台湾。那个活动是很好，因为在这个长周末特别人特别多，每年都办得很成功。I have many Taiwanese friends back in Taiwan, and one of them happens to work for the Taiwanese Air Force, who sent me this shirt from Taiwan, and another Taiwanese friend sent me my bag from Taiwan, and yes, I have many, but I use more Taiwanese friends.目标一个就是为台湾观光来造势，现场各种摊位、经文处驻外单位以及华航等业者联手出击，在活动上全力为台湾观光美食文化传统造势。主办单位表示，这些年打拼下来，嘉年华活动越来越具有规模，可以让更多纽约客从活动中认识台湾，感受台湾的美丽跟温暖